今期六字居在星期二开始揀楼，三个项目包括油塘高云苑、粉岭青桃苑以及马鞍山锦柏苑，合共有4693个单位，以市价的41折定价。其中油塘高云苑有楼王之称，部分的单位估计可以望到维港海景。首轮开售之后，大部分的高层大单位已经被认购。被抽中首轮揀楼的洪女士就揀选高云苑 B 座高层大单位，一家四口居住，心情有少少激动。点解嘅？开心啊嘛，所以即系拣到自己第二选择都会有啲激动噶啦。因为佢第二单位是其实实际面积都系唔够400尺，好似系。咁大啲好啦，香港地方太细啦，都系空间大啲，人都会住得开心啲。萧先生就为父母拣选咗锦柏苑 C 座嘅中层单位。我其实都系开始申请嗰时候都系等住碰下运气咁解嘅啫，系估唔到自己系大个 number 咯，最主要系俾个爸我妈住咁解。最主要话老人家开心就 OK 嘅。今期六字居嘅平均尺价大约4097蚊至到5967蚊，最平嘅单位只系需要75万，最贵271万。最多供应的是高云苑，合共有2021个单位，面积由185尺至到489尺。售价最低的单位是锦柏苑 C 座一楼十室，面积只有184尺，售价约754000蚊。